验勋哈，明年的赛事哈，一路长虹。如果哈，明年四大，我来看一下，明年四大满贯，如果任何一个满贯拿到冠军的话，拿到冠军的话，下一家亏的人没有了。你拿到非常好的成绩，不如说我们下一项不一样 OK 好的 OK 好来我们现在马上来接待这一台，这台是明天我们要做的主持哦，待会进去先坐看看，如果合适的话就印证我开回去了，如果不合适的话，我们现场有其他声马上放给你。那接下来战国字典来了，2800金星 L 四轮传动上目前最顶级的豪华旗舰，今天要正式为在台湾公开上市。来，我们来揭幕。好，我们请左边两位，请他们两位啊，一起拉开我们的布帘。好，我们现场的我们的朋友，我们3、2、1来正式揭幕。3、2、1，好，请揭幕。目前是上最顶级的车款，今天正式上市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来开后车门，我请两位，两位新人，明天你们坐，张光在这里。我们是男的坐哪里？坐男左啊。我以前节目我都忘了，应该怎么坐啊？来，我为你们新人开车。我们看看后座车是不是够宽敞啊？好。好，我们媒体朋友，我们可以就近来拍摄我们这台车的所有的面积。带着老婆一起就上楼起来，这个是可以全家福的。